古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建筑，无疑是石质文明的典范。而华夏文明却以温润的木质文明，长久地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鬼斧神工般的山水之中，就耸立着许多独特的木质建筑。相比于石头而言，木材缺少了坚固性，但是中国的能工巧匠们却充分发挥了木材的特性，以柔克刚，建立了独特的建筑体系和文化。2012年3月，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的唐安洞寨十分热闹，因为今天寨子里要开始翻修鼓楼，这对一个洞家寨子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大事。村里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跑来帮忙。Cú cấm thì hiểu tính câu cùng nhân mọ địa xét tính mà chó rồi còn lâu này nên xưa này nếu giàu vùng mày vậy có vẻ thổ địa xưa này nếu chỉ chơi nhân lầu vào vẻ sầm cống sầm bù mấy xuyên rồi tiêu tùng lầu này một nông lý xuyên nông lý rồi tiêu nông chế lầu sẽ ở để tiêu chứ mấy nông mẹ chứ vậy cứ tiêu này này xuyên khác xử lý thì tiêu thì xét lý thì mang tiêu vậy. 鼓楼是侗族特有的标志。据当地人讲，每个侗寨几乎都是先有鼓楼，后有寨。在侗族人的生活中，鼓楼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建筑物，它更被视为寨子里的灵魂。是团结的象征。平日里，这是老人谈经论古、青年男女弹琴对歌的场所。每当寨子里遇上重大事情时，就会有人登楼敲鼓，召集村民到鼓楼下商议。基于鼓楼的重要性，人们对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更是十分讲究。侗家鼓楼通体为全木质结构，最为称奇的是，整座鼓楼没有任何铁件或钢筋水泥的加固，上百根木头全部依靠榫卯的自然衔接，而且每个缝隙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而这些技能全都掌握在一些神奇的建筑师手中，人们尊称他们为掌墨师。贵州的木匠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为掌墨师的却极少。因为身为掌墨师，要有超群的计算能力和记忆力。在开工之前，没有一张设计图纸作为辅助，掌墨师要凭着自己的理解，并结合主人的意愿，在大脑中确立设计方案，用杖杆、竹签和尺等简单的测量工具，打点画线，计算出整座建筑所需的材料。其他木匠师傅则根据他留下的标记对木材进行加工，而这个过程中，掌墨师如果画错一点点，轻则毁掉一根上好的木头，重则可能导致整个建筑建造失败。贵州省的西江千户苗寨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集村寨，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参观。在这里，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风情，更多的还是眼前这上千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吊脚楼。吊脚楼也叫吊楼，是以苗族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中最传统的民居。由于苗族大多居住在深山之中，那里山高坡陡，天气阴雨多变，想要在这里安家似乎并不是易事。聪明的苗家人就地取材，将山里的杉木砍伐下来，在斜坡上建成了吊脚楼。从屋顶上的飞檐翘角，到悬出的美人靠，再到窗户上的喜字格，上上下下所需要的柱子、屋梁、穿方等等，有上千个榫眼。同样，苗族的掌墨师也没有图纸，仅凭墨斗、锯子和成竹在胸的方案，使其柱柱相连，两两相扣。而且，这些不识文字的木匠们，无意中还运用了高深的力学建筑原理和生态原理。因为传统的苗族吊脚楼一般分为3层，其中最顶层储存粮食，中间供人居住，最底层则堆放杂物或管养牲畜。这种独特的方法也被人们称为是最佳的生态建筑形式。潇洒飘逸的侗族风雨桥也是全木质榫卯结构，曾经被称为世界10大最不可思议桥梁之一。位于黎平县的地平风雨桥更是贵州境内规模最大、造型最美的一座。但是在2004年，地平风雨桥遭遇了特大洪峰，这个陪伴人们将近200年的风雨桥轰然倒塌。垮那一瞬间是吧？大家都宁静了，我看了后眼泪都是湿润的。所以我老人家是哪个一个老人家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父母亲过世，我都没得那么伤心。”那么加油，我的心很痛啊！我都想喊商家的男的老少来救啊！那过是过不得啊，那水蛮大的，那洪水是个好像海洋一样，或者水那那么呼呼的，没敢过去。为了能够保留这座风雨桥，附近的侗家人自发地参与到抢救当中。在风雨桥冲毁后近1个多月的时间里，人们沿河找回了2/3的木材，其中主要的28根大梁全部找回。2008年8月，侗家人心中的那道彩虹又重新横架在水面之上。你到到处来切鲁山的，这个苗族到处都在切鲁山，大家都欢喜。随着时代的变迁，追求新奇特的现代建筑师们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人类极限。数不清的高楼大厦、跨河大桥正在飞速的崛起，但是在贵州，他们还是不能完全夺去这些木质建筑的席位，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掌墨师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他们最后的家园。不管文化变迁的脚步是否匆匆，只要人在，这些建筑就会活着。2013年春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唐安洞寨时，新修好的鼓楼早就挺拔地矗立在寨子中央，像一位忠诚的卫士一样守卫着他的儿女们。